家早安，今天是我在罗马的第四天，然后我要去健身房。我现在刚换好衣服，然后我们来热身。他们这边的跑步机可以看 YouTube， 然后呢，我现在在看我自己的影片。我给你听过这首歌，但你应该没有那个。我们刚刚健身完之后呢，然后就赶快吃个饭，就来坐火车来一个小镇叫 Blachano， 然后它有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湖，然后是被山包围。我现在正要走过去。小镇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堡，就在我后面。这里有点太漂亮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一家咖啡厅，然后要坐在户外喝咖啡。你根本也没有错啊，你也那些都不错。这是喝切喝的水吗？这个喝的水，怎么都在附水啊？为什么咖啡厅附水？一定要说哦，不对，他一般都会给水。是哦，对，而且水是免费的。不是你要，是你要问他。这里沿路也有很多餐厅跟咖啡厅，其实在户外就你可以看到整个湖跟山的景，例如这一个。我们走了二三十分钟，终于走到了这个湖边，超级漂亮，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湖，又可以看到城堡。重点是这里湖的天鹅非常大。吃冰淇淋，然后呢，这个冰淇淋超级甜的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6月2号，意大利的国庆日，然后意大利的很多地方都有活动，我们现在要去威尼斯广场，因为那里有一个阅兵典礼。我们走到一半，他就已经那个了，喷那个气了。这里超级多人，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威尼斯广场前面，因为他们现在在那个阅兵典礼，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只能靠着 GoPro。
面已经是警察了，然后要大概要在20分钟那个阅兵典礼才会开始。我现在刚离开那个人很多的地方，然后要来一家很有名也开很老的冰淇淋店吃早餐。我觉得我今天的早餐应该是冰淇淋。他这一家是先去柜台点你要的冰淇淋，然后有那个收据之后再来冰淇淋这一柜点冰淇淋。我点了巧克力跟米的口味，这是我第一次吃米冰淇淋。他这里的冰淇淋超级大球，他两个要，那小的要3.5欧，好好吃啊！我的天，哎，米的里面真的有米，超爆炸好吃，而且我就。像漫步在罗马街头，超舒服。我们现在在河边散散步。现在要去罗马竞技场，因为我们昨天在网络上看到它的门票是免费的，就是因为今天是国庆日。真的漂亮，真的。结果那个罗马竞技场的售票口好像关门了，所以呢没有进去。时隔4年，结果还是没有进到罗马竞技场。然后我朋友跟我说，他们在意大利读书了，他们不会去罗马竞技场里面，因为有一个传说是你们只要进去了就没有办法毕业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在罗马的第6天，然后我现在在一个别墅花园，它超级大，然后它还有分区，就有湖啊，有很多步道。那是比较老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来到这个公园别墅的另外一区，就它原本是一大个别墅，但它1960年的时候在这个公园中间盖了一个奥运大道，所以它就变成2区，然后有一区是比较偏大自然的，然后另外一区就比较多，就可能别墅啊建筑物。
完那个别墅花园，然后来吃一家梵蒂冈附近有名的餐厅。我们的前菜点了披萨，然后我们点的披萨是四种 cheese 的。这家餐厅的辣椒很有名，就它桌上都会放一罐辣油，跟台湾你去那种干面店会很像。然后我刚才把它加到我的披萨上面，来试试看他们家的辣椒怎么样。我觉得你一开始吃进来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橄榄油的味道，然后再来就是辣椒的味道。我们点的另外一道意大利面来的，然后是节瓜虾面，看起来超好吃。它可能是用烧虾油熬酱的。我们来吃一下它的虾子，它的虾子超大只。My God， 超新鲜的，好好吃哦！My.